嘿，巴蒂，我朋友，我是战车最帅。今天我是赶不及上我这个字幕了，因为我这是很紧急、很紧急的事情。这个紧急事情是我宣布几个消息先。第一个消息是我的 IG 差不多到100了，耶、yeah! ！如果有 follow 我 IG 是，尽快 follow 吧，我会打在 IG 我的 follow。然后再来是坏事情，就是可能我这一段日子可能没有接触网络。当然除了 YouTube、Gmail 以外啊，这两个我会接触，你们放心。因为不管是商业家找我都可以。YouTube 我这个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老实说，我可能这一段时间休息一个月，就是明天开始我就要进行无网络世界的影片。你懂为什么吗？无网络世界之后啊，我会跟你们讲。不过我可能没有这样整天一直 upload 啊，我没有这样快，因为我不像阿阳样子像 full time 啊，因为我是一个 part time 啊，因为我又工作，然后又要剪辑，比较辛苦。一点拍摄只能一天这样子，所以我只能担保只能在一个月放四个影片这样子了，我是逼不得已，因为我真的有事情要做，因为调整我的心情这样子。待会我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，至于我的 Facebook 和 IG 我会交给其中一个人了，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他是谁。然后呢，我想跟你们讲这件事情，就是你们放心，我会在 YouTube 还有我的 Gmail， 如果是商业家找我是没有关系啦，做广告啊什么之类我是可以的，我接受，我会随时都看。 So 我今天欢迎我的最特别的人物，请上场吧，这位大哥。我叫做紫色裸体降临，你们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死者裸体。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个 YouTube 频道，我是不可能有 FB、IG 等等之类，因为我是帮助这位战神 Rashley 的职业，因为我为了帮助他，我很乐意帮他，所以呢，我暂时帮他代替他的东西，像他的 YouTube 频道还是IG 和 FB 就可以了，我帮助他留言那些，所以我暂时帮他保管了一些手机和网络。我这个人虽然是很神秘，但是我专长可以转回故事，故事传授我们会考虑，以及讲话就是搞笑，所以我会暂时会帮助他，把他上升他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。So, 各位，这个是死神罗奇 Rocky， 说、so, 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他一下啦。So, 今天我的这个紧急情报到此为止啦，现在我要赶着这个影片先，拜拜。